云对2016年大选，该县政府除了编了2000万的茶会日报奖金，同时发起一号一批以及着有奖征答的集体行动，宣示反贿选的决心。距离每年大选只剩下52天，基层回声回影，又加上黑金对民主政治延伸的重大冲击，该县今年借出重金，想法分明，并结合减警调，推出一系列反贿选、反暴力的宣导，呼吁全民做伙抓贿选、领奖金。对此，县府伫反贿选联合汇报提出一号一新的创举。另外，县和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蔡英俊、嘉义县警察局长郑明忠等检警高层作为参与誓师大会。今年特别设计了每户一个反贿选的一个信封袋哈。这个你收到这个信封袋，我们由各员警送到每一户人家哈，里面会有一个检举书哈，检举书一定要写明你的名字哦，你的名字跟买票人的资料、买票人的时间跟地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啊，要把买票人的名字、时间、地点资料写好，你自己的名字哈你的地址。把它写清楚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塑胶袋呢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。你收到这个白花花的钞票呢，把它放到塑胶袋里面去，把它一起装在这个我们已经付完这个回邮的信封袋，寄回来，把它寄回来到地检署去。另外，官表示，一户一信将由警勤区员警分送到各家户。信封上除了甲民众讲买票卖票，行政以检举的方式之外，并印有各机关检举贿选的专线，请民众将贿选钱票以及相关证物放入信封内所附的塑胶袋后密封，并伫检举时填写买票人的姓名、时间、地点、帮者买票等资讯后寄出。新闻中央新闻台蔡凤报道。